重哎，重了，重了。请带走你的垃圾，如果可以，请带走更多垃圾。今天跟我的女儿两个人露营，还有一些朋友，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帐篷比较精简一点，我们就搭一个睡帐，反正是独立睡帐，然后加个天幕。那因为其实预报是不会下雨的，所以天幕只是防风跟那个防一点太阳。昨天太阳出来之后就很热，跟夏天一样，可清晨的八度又跟冬天一样，所以天气也是蛮难穿衣服跟准备装备的。那我现在这边是。天幕底下拉个绳，就我们吊挂两个灯。这个是 N9 处，然后底下这 CC3， 然后这边是两个收纳箱当桌子跟椅子，然后一个钢桌，然后这边是那个 Unifin 的双层架，然后跟这是那个德国大军炉，然后这是收头的套锅。那这次的新装备，严格说讲算是这个。底下这是我们这用很多次的烽火营架，然后这是 Unifin 的烽火台。那这是他那个烽火营架的那个新配件，叫做月挂，它其实就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灯柱，可以挂灯或者是挂水壶，它固定方式一样，但是看到灯这边大概这样，大概有160-150几公分高，所以就在这边在烧火，上面挂灯刚刚好。然后这样最方便好处就是说，当我们在烤肉的时候，那个会看不到烤肉的有没有手那么亮，我说要带头灯，因为需要一个光线正下去照那个肉。那这样好处就是你可以把这个灯架这样移过来。拿一个小灯正正往下，你烤肉就烤肉的情况啊，肉熟度颜色看得很清楚，然后它一样可以旋转角度，所以它是可以一长一短，还有两只装，所以这样就很方便，你可以吊挂不同的组合。这个烽火架整个变完整，因为以前本来烽火架没办法吊挂高的东西，那有时候你可能又不想带那个很像那个点地架东东柱的时候，那这个也取代灯柱的功能，但它没有那个东东柱灯柱那么高，但是我相信这比灯柱好看很多了。中心面粉，你要说米粉，添加一点，酵母粉，然后要用力这样把它给和在一起。哇，好多粉呐！抓一坨起来搓，把它揉在一块。用力对，用力，用力挤。爸爸这样可以吗？可以，好，放在这边发酵。压扁，把它可以拉到差不多那个煎盘的大小，来放一下，这样子自己做自己吃，然后再放一些玉米上去，放油这边，这样子，然后你用汤匙把它给拨一拨，这样吗？对，然后再放起司。再煎久一点，佩佩的披萨，在月牙湾路亚钓跟佩佩，那里你先攻击右边，我攻击佩佩号攻击秀，站出去一点，行，就这样出来，看到了哈，日落那边，那边对不对？哦，你就好准，就是他跳起来的地方。太多，但是在很远的地方，你去看。咻！
哇哇，很近哎！哇，你以为是你丢在那边了、喔？哇，你看看，对啊，它整个鱼跳上水面哦、喔。像鸟哦，可是有一点点像，因为我觉得它只有五公分，然后它的翅膀会在这样旋转，然后它有嘴巴会吸花蜜。对，我忘中鱼了。哎，中了，中了，中！哎，不是，这不是吗？然后现在黄昏时分，我们刚刚在这边跟佩佩钓了快差不多一个小时吧，看到很多鱼跳上来，甚至跳出水面，但是钓不到，但是没关系，这边环境很看，他们又跳了一尾了。因为环境很好，很舒服，哇，一直在跳，不知道吃什么，我各种路亚都试过，怎么样都钓不起来。那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把这边垃圾捡一下。月牙湾钓游结束，我捡完垃圾了。佩佩有话跟大家说。大家说。请带走你的垃圾，如果可以，请带走更多垃圾。好，佩佩很棒，走吧，回家。